我非常估摸，拼出全国530间，其实创业99%会挂掉，只会留1%下。你留下来，要么就要变得很大。今天你带来了以前的日记，是是。那我看到日记才发现，原来会成为现在我，应该是从那时候我就愿意成为现在的我。喜欢这一句，一直有一个远方的黄明贤在召唤你，说请你向我走来。是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